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继续我们的无人深空 No Man's Sky 啊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好不容易浪费了一大堆时间，然后呢，我们制作了我们的一些材料，啊，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了解这些东西如何运作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到了这个星球之后，我就结束了那一集了。然后你们现在所看到这边一堆稀奇古怪的生物啊。那到底要怎么扫描呢？其实我还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按 C 扫描之后，地上多了很多奇怪紫色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们把枪拿出来看一下，它会给什么？啊，攻击它一下好了。啊，去了。哦，会给这个墨眼是吧？哇，那好多奇怪的东西，这什么东西？毛毛虫呢？够追呢？哦，都给墨眼呢？哇，一大堆生物到处跑来跑去啊！等一下，这红色意思是什么？啊？哎呦，感觉他们都要攻击我哎！这个是会主动攻击是吧？他们看起来非常的生气哎！算了，我先把这边东西都捡一捡好了。然后克己比几下命啊，生命回复剂啊，然后这是干嘛的？摧毁。摧毁不了，我们要升级我们的枪才有办法摧毁。然后它的右下角是写什么？侦测到信标传来传输，信标传输。可是我要怎么使用信标传输？哦，之前看到很多人就是有在跟我玩，也不是跟我玩啦，有在跟我讲这件事情啦。对啊，你要攻击我是吧？去死吧！哦，就说老头都不看右下角的指令。是啊，我是没在看啦。哦、啊，不过就这么真没办法啊，这到底要怎么用啊？啊，是不是要往上面找？欸、不对啊，这个信标是在那个地球上面呢。哇，机器人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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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才刚开始而已。哇，救命！紧张紧张，先存档。哎、欸，这也不给存档。我卡条了！哇，突然卡条是哪招啊？等一下啦，我煤炭呐！哎、欸，我这会死，我没在跟你开玩笑了。有补充，补充了。哎、欸、啊啊，补充拿了。援军出动！哎、欸，我该不会又要死了吧？救命！哦，我要死了！受到致命伤害！救命！我要飞！谁来掩护我啊？一开始就遭受到攻击啦！来，也不能捡东西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又卡住啦、啊？何必这样卡条我呢？护身符、欸，哎。哎、欸，补血的在这里，生命值上升。我觉得还是先逃一段距离好了。走开啊！如果我死掉会怎样？不会怎样吧？靠北啊！神不会保护笨蛋，保护笨蛋的是能力更强的笨蛋。爹公三小，一开场我就躺了。I'm sorry。啊，抱歉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。不要轻易的招惹啊！四代一死于高速撞击，哦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尸体是吧？我们还是乖乖的当农夫好了哈、哦，真的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招惹那些无谓的东西，只会害死自己。我们可以尝试的把枪改造一下啊，对不对？看一下、哦，这是我们的枪嘛，我们可以改造吗？这是补充，他们要讲说如何改造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我们可以改造启动扫描当地，然后这个护目镜是按中键啊，中键可以拆除。哦，这里啦！哇，光速强化器耶，高速射击，中田具有连续射入，这个是可以加在，这是拿在身上的还是加在那个、啊、武器的、啊？应该是这个吧，这个才是我们手上拿的吧。啊，高效能稳定中，很小。
欸，说真的，这个游戏光是收集材料就花很长一段时间啊，采矿速度加 10%， 哎，我们要不要先做这个啊？可是也要有布才行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们这边可以做什么？又可以做板子，还有什么可以做？部位强化。我们这边呢也是一样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嗯，补充哦，我们不用补充了，我们防护基本上是 OK 的。维生系统100%，好的。讯号传来，我就算传来也没屁用啊！我又没有办法立即传达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先离开，暂时离开这个地方，多采一点资源再说好了。没有资源，一切免谈，你知道吗？像是这个碳非常的重要，这个碳就是要让我们制造一些那种雷射枪的能量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看就这样子莫名其妙耗尽了。哦，然后这个是可以扫描哦，原来按 F 看着他们可以扫描啊。来来来，嗯，武器能量耗尽。啊！赶快，赶快！等一下，他现在是很冷，是不是？这个很冷会对我造成伤害吗？好像超过才会造成伤害，是吧？哇，他们在打架，哎，好难得哦。稳定中。哦，下面写负66度是有点不太好，是吧 ？OK， 我们互动了，哎，不要咬我！哇！凶三小，哎，妈妈咪，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，妈妈？别这样子啊！我只是路过的、啊，你们都那么残忍干嘛、啊？别这样哈，这个踩不踩得了？不行，我们就去找，就死掉这个，那、啊、死掉射了也没屁用啊！这个，这个可以，怎么那么快就耗尽啦、啊？不要这么快耗尽好不好？就是这样，我们要更多的碳。好，打爆了，哇，一次给50几，哇，越给越多。我们应该先弄个100%，这样比较好踩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72。哦，科技充能完毕，89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我们到时候来做一个强化版的。谁啊？怎么红的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感觉有东西要冲过来烤我、欸，哎，不要吓人啊！来，多踩一点。这种大客一次都给40-50、70几，超爽的。稳定中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次温度不够，是不是要因为结冰而亡啊？好恐怖哦！跑太远了，我是不是要被冻死啊？哇！抱歉，我的错。I'm sorry， 我的错。等一下，不要这么激动，不要这么激动，拜托。我现在是在失温吗？好像在失温是吧？他需要什么？钛跟防护片碎片。我没有哦，有哎、欸，可是他需要铂，我们连这个东西都没有，是要我怎么做？我们是不是太早来这个地这个世界了、啊？造成我没有太大的这个什么那叫什么东西？是这个吗？这是我们要的吗？这是碳哇！这位攻击。搞毛你！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拜托，拜托，我不好吃。给铁啊！不要！我不想又死啦！不要再叫援军了，求求你！我要叫援军了，死了！
快跑快跑 ！Go go go！ 啊，部队撤离，部队撤离了。坟墓，哎，那是我的那个死亡地点。可是拿到我死亡地点有屁用吗？重点，扫描一下。哇哇哇哇哇！哇，沙小，沙小，极低温伤害啊！好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我们去各恒温的地方吧。这里现在目前不适合我，不然我都会冻死。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多余的燃料在飞了啊！这游戏好难玩啊，好难啊，快飞啊！等一下，那个大色大的蓝柱子，我知道是干嘛的。好啦，别吵啦。这个呢，这个是让我拿我要的维生材料用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啊。哦，很多很多很多，应该不会有恐龙追来吧？我们可以拿来升级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要怎么使用，我有点忘记了。Q E 导览，补充。哦，我懂了，这个充能，玩来撸处，玩来撸处。好了，我会了。我们还是要多采点这个。到现在的进度实在有点落后啊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充分小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已经充满我们的护甲了，护甲持续的扣当中。看一下哦、喔，这個、需要布，我们没有布，没有布，哭哭，没有布，哭哭。我想一下我要干嘛，我有点忘记了、欸，好像是做这个是吧？对啊，要是没有布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是能干嘛啦？我们布要回到原本的星球了。我觉得我们太早来这里了。等等，没有布，没有布只能笑笑而已啊。推进器，脉冲，脉冲，嗯，飞行中加速。来，我们先离开这颗星球。这个星球不好。我想要不要先捡一下我尸体啊？捡一下好了，看会不会拿到原本的材料啊？我先捡一下尸体先、啊。找到了！哇哇哇哇！嗨！哇，纳米机群！哦，哇哇哇哇！哦，原来东西都喷掉了、啊，要自己想办法是吧？哎、欸，啊，我看一下哈，东西都满了，这传回去啊。这个基本上先藏回去。纳米机群我不知道干嘛啦，反正总而言之就留着就对了。好，捡完了。稳定中，这是饼干吧？这可不可以吃？这是干嘛的、啊？好吃好吃，好像是某个爱吃的那个某个东西很爱吃吧？哎、欸，这好像都是有卖掉的价值哎、欸。到时候我找商人把它卖一卖，多赚一点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要离开这里哈，这里有点太严苛了。我们到那个信标那个地方过去看一下好了。啊，希望我有那个多余的能量啊。推进剂燃料不足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好了，我们要去找布了是吧 ？No， 没有布啊。这里。哪里有布呢？各位，我们被困在这里面了，完蛋了！这是一个不断被困住的那个无人深空游戏啊！防护罩碎片，前面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黑洞吗？下面那个，我们看有没有红红的？哎、欸，那个是不是有村落有人啊？哇哇哇！这些是什么？好笑！哇靠！温度稳定中，哎，到这里就温度稳定了。这边一堆铁，
明，我们的武器，哎，可以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好多敏哦，外星才子，纳米机群可以去太空站哦，够那设计图，我了解了，维生系统。维生系统是吧？往这里面走会不会那个啊？会不会看到什么外星人之类的？我记得这游戏有外星人啊，怎么我什么都没看到的感觉？嗨，嗨，嗨嗨嗨嗨嗨。这里有什么？明啊，我眼睛为什么要残害我的眼睛呢？虽然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啦，多踩一点好了。哎，刚刚不是有一个哇？抱歉，是那个吗？这个绿绿的可以踩吗？再一次，对啊，好像可以踩的样子哎。然后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们能力够吗？哦，这要互动哦，需要哦，需要物质防护手套哦。哇，我们没有加一不行，难受。母，空间不足，我们把它传回去嘛。我们把这个传回去，这个传回去。啊，我们没有能量罐。No。嗯，啊，为什么没用？这是安装。能量罐要布，抱歉，一堆奇怪的材料。中性哦，这让我感觉有点像是《星际冒险家》的 feel， 玩这么久才想起来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寒冷地带了。这寒冷地带让我没有办法。哎，前面那个就是布啊，布，我找到你了。不啊！以后我都叫他 no。哎呦，什么声音？我都叫他 no。no， 因为我看到布了。不，不要打我，我不好吃。不，我、哦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尾声系统会装女生的声音是吧？不，不，稀有物种哎、欸，稀有物资呢、欸？哇，好爽啊、哦！太舒服了，好久没有这么舒服过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升级枪枪吗？防护罩传回去，我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升级枪枪。枪枪升级技哦，这是补充能量的，这是采矿。哦哦哦，有25。那我要怎么使用啊？采矿速度加 10%， 所以说它这个是要装备在自己身上的啊。玩来路处加10没屁用啊！哎、欸，我们也可以学这个哎、欸，高速雷霆炮连射速度系统提升啊！雷霆炮应该是那个吧？应该是那叫什么来着的 啊？叫什么来着的？有吗？速度提升了。好像是的样子、欸，我试试看铁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变超快了，丢！好了，我们来做卫生系统。卫生系统，我们要来做一下胶囊哥。什么声音啊？不要吓我啊！我是很容易受惊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干嘛？一次性可以开启加密的终端设施。
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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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不要，说不了，太可怕了吧！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会攻击我啊！我先离开一下这里。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，这边有什么材料？这很基本的啊，基本的啊。科技充能完毕，我们卫生系统你要再弄好了。现在不是很急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办法离开这里啊？如果没办法，我就算了。说真的。没有办法，我也是没办法啦，可能下一集才能离开这里吧。啊，我们就是寻求更多的物资再离开这也是不迟啊。欸，到这边还是寒冷哦，负66.3度。好，继续，我们继续。我们三步才可以扫描。哇，这样子做扫描还可以拿到货币哦。欸，我们应该可以多这样做呢。啊，这可以扫描吗？不行。欸，绿色的，绿色代表是不会主动攻击的生物，是不是？啊，绿色代表是已扫描过的。我们要怎么扫描这个啊？是一直对着它吗？哎呦欸，哦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发现新物种啊。好的，太小啦，错解。别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还需要再多一点布啊。嗨，你好。抱歉了，我杀生了。莫言到底可以干嘛？这是干嘛的啊？我是不能踩这个。我踩到树了啦。这需要一个高级手套。好啦，我觉得我先做维生系统好了。那又满了，传回去，做个维生先。补充。好了，如果再不给我布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我们要在维生系统结束之前找到布。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？狼狗哥是不是？多发现新物种，这什么鬼物种啊？看都没看过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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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Run run run！ Move move！ 哎、欸，如果我这样走这么远，我要回家也是要花很长时间。什么？利恩？利恩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去看一下利恩啊。哇，这什么？すごいね，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是高级素材吧？是吧？新哎、欸，新什么材料？欸、我在讲什么？新，我记得有一些东西需要新。新好像不是这个，做什么东西要新？欣欣向荣。那就没有，换下一个，该不会是这个吧？我忘记了，推进器需要这个。抱歉。还有什么？科技充能完毕，欸，这东西都满了，都没有什么用处。对齁，我们推进器也要布欸，再多找一点布好了。我觉得这款游戏就是到新的星球找新的素材，没了，就这样，寂寞的简单。这是什么游戏？哇，吸在这里。我们离开寒冷地带了。谁攻击我？哪个王八蛋攻击我？多踩一点啊！我靠，这什么大地懒啊？好好笑哦。哈哈哈，这个有点好笑哎、欸。
怎么不给扫描？为什么不给扫描？扫不出来吗？走路超好笑的，是哪一国生物啊？哦，扫到了，有吗？有扫到吗？没有，再一次，找到了，扫完了，老年期的，老年期的是吧？太诡异了吧！啊，这边还有什么？上面有那个绿绿的，哦，又有利恩了，太好了，又有所谓的利恩了。完了，哎、欸，看到布了，我看到布了，终于又可以做维生系统了。我们顺便要做推进器，这一次给多少？90，抱歉，碳材，128，谢谢。还要高级采矿才行。哎、欸，不要攻击我啊！嗨，你好，我是你的好伙伴。哦，他扫描我并不是敌人。好，你家在。哎呦，靠北啊，吓死了！来一点铁好了。热能防护不够了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它充能完毕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，我靠，这样子充能完，我们的布没了，不是吧？这么会吃啊？哇，直接归零欸。那我想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回家？哎呦，算我们回家好了，这里的温度太高了，我的防护一个人完全没办法。可是现在，啊，还好。还好我还有，走，我们先走了，不管了。等我们下次的防护衣温度够高，我们有机会再来。现在这里真的不适合我们，我们太早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就出来了。这边有布，哦，我们或许可以到别的星球啦，到更舒适的星球。真的，我们快走，我们快走。这是什么？这好像不能徒手采，对，我们没有血。我们好像也没手套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好像也没手套的样子啊。我们也没拿到那个什么手套蓝图啊。对啊，没有。雷霆炮，高速射。雷霆炮是不是那个可以作为变成作战武器？哎，建议使用者用同位素的进行充填，如果碳使用，可让目标存在体死亡。武器的意思啊，这个、跟那个高级采矿应该是没有任何关联吧？这只是一个攻击性武器啊。然后我们右下角那个侦测传来的讯息呢，信标传输。我们等一下如果到了太空船，我们应该可以往那个地方飞看看哈。就这么说定了，趁现在快一点。不过真的有点远，哎，我们看到布了，太好了，谢谢。谢谢您，我们由衷感谢您，42个。而且我现在不知道我们太空船在哪里，到底在哪里啊？我们太空船在哪里啊 ？GG， 嗯，这次看过没？还没看过。又一个新物种，草食者，性别不对称，要求哦，一下不男不女是吧？来，飞上去！哎呦，差点摔死，差点吓尿。来，再扫一下，有，这边有。哎，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布不难找，哎，眼睛力不力的问题，哎，真的布难找。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难啊！来，我们先来踩一下这个，锌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物资啊。哦，尾声，没办法说女生的声音了。好了，快走，不要攻击我！哇，好多，用不完。
都是我的，谢谢。我已经不会死了，有这些材料，我根本死不了啊！什么东西？哇，飞船欸，谁啊？哦，这个超大只的。啊，这个我们扫描过了，好恐怖哦！怎么那么大只啊 ？PU 是什么？铺嘛。啊，这边又扫到铺了，我靠，超大！今天是我们的布之旅。这个怎么踩不了？踩到树了。哇，好多！好爽哦，用找到新大陆的概念，舒服。来，碳，我们不要用布，不好。好，继续走。原来我们找物资呢，我们找物资需要用这种方式会比较方便啦。哦，真的会比较方便。靠药，真小了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什么物资？我不知道，算了。那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新旅程植物，为什么不能互动啊？为什么？哦，道具人伊曼，讲清楚嘛！伊曼谁知道你在讲啥？伊曼大姨妈、哦，抱歉，我太激动了。空间不足，科技充能完毕，怎么办？慢了，慢了，慢出来了。我看一下要怎么办啊？有没有把不要的东西丢掉、啊？这个，铁啦，充能完毕了，没有铁啦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丢？克罗，都舍不得丢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罕见呢？这个罕见让我有点舍不得丢。可是这是这个杀恐龙就打得到的东西，算了，丢了，抱歉。然后我看一下你能做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需要十个铂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多做没差欸，多做一点好了。不要。我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想这样，不要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呢，我道具栏需要做一点东西，我们把布稍微消耗掉一下好了。那我记得布刚好像还有其他功用嘛，啊，推进器满了，所以也不需要了。好，就决定是你了，来，我们来做一下，没有碳，靠腰啦，我有碳，给我碳，谢谢。谢谢你的不吝啬哈。跳跃能量包我没有这个，所以说我们做这个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更多，再做一次卫生系统。我们的布拿太多了，导致我们现在有点快消化不良了。好，拿去刻，我们再捡这个。欸，这就是那我们要的哦，弹富酒。好了，什么声音？别这样子啊，大哥，我们是好人啊。好了，我们的飞船在哪里啊？我又把头啊。欸，这样走背包根本不会扣欸，好丢啊。上来啦！我们的飞船在哪里？看到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家啦！我们的太空船，耶、yeah! ！我要先存档，我不管。来，先存档再说。Nice。OK。传送。好，我们已经存档了，回复点已储存。好啦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，我们现在带了一堆材料回来，终于回到了我们的飞船这个基地哈。那之后呢，我可能会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再前往它这个地图所标志的这个信标，因为我们燃料也都满了啊。我们带了丰沛的物资，或者是说
到时候再去看看附近哪边有通货可以买一些东西，拿一些新的技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集再做那些事情。我们今天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无人深空再见了，拜拜。